港轨十路三的走廊应该怎么通关呢？看娟娟的操作和走位哦。第一，往前走，听到玻璃碎的声音就立马掉头往回跑，接着就看娟娟秀操作。自行车右转到第二扇门的时候就立马掉头往回跑，因为纸扇姐姐会在第三扇门出现，所以咱们应该快点跑。这里距离木门的第二扇门就往回跑，不要问为什么啊，因为纸扇姐姐会跟上你的。跑到这里打开门，点下电话。嗨，厉害不？搞定。哇，看我啊，躲起来。哎，你都不让我躲啊。他直接来的，撞纸扇，快点撞死他，撞死他，他妈个废猫，撞死他呀，大猫。啊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躲着呢。我上车了。嗯，你上吧。撞死他，大猫！撞！撞死他，大猫！漂亮！撞呀撞！再撞一下，大猫！哦哦，我的天哪，终于通关了。走，跟着跟着佳慧。你在哪儿啊，大妹？哦，我看见你了。这儿这儿这儿，跟着佳慧。走，给你说了，之前是失误。哦，前面有高能多，大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已经吃星星了，过来。哇哇哇！哇，我的。99/81呢，终于通关了。终于通关了。